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呢，只要去 Fandora 就可以购买我们这群人最新的周边商品哦。记得往上滑，往上，往上滑没有，小姐，叫你开。下方，下方，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好了，好了，好，宣传到这，阿公，现在赶快去买哦。斗鸟频道啊，已经超过一百万人了呢，我就欢喜耶！真正哦，我嘛天天就欢喜的呢。我在想啊，以后我嘛想要像这群人同款，伫北中南拢办一个见面会。好啊，你哪会当狗主意？哎呦！哟，拢看看是谁来啊？这不是斗鸟女神 Yumi 吗？无唔对啦，伊想要亲像过去跳流行老团体，得对人同款啊。这群人，我知我知，规工伊咧拍经典舞女啊，伊啰啦！哎呦，我知啊，你们怎么搞搞掉台，我当抓起来啊！哎呀，这群人已经江郎才尽啊啦！卖好的卖哦，无一个烂的哦，一两三，啊对了哦！这不是顶工有名声，会当改出名，我可以报一声。公公拍经典语录，江郎才尽，安怎？整天在那裡新說唱哈我那豆豆那邊幾部代表作就在球場。你好，披薩菜三個一個喔。學姐 Yumi， 你怎麼會在這裡？沒啦，我去給 Dennis 開除了。是怎麼啊？如果沒我介紹你去我的 GY 娛樂公司上班好了。真的嗎？不過我之前對你那麼壞，不要紧啦，过去的代志我袂计较啊。Yumi，你是爱偷我豆鸟开手 idea？ 你提是鸡排 ，Yumi 提是鸡腿，你凭什么讲伊抄袭？我猜你是豆鸟女神 ，idea 这个代志本来就是叫主观，你敢讲这是抄袭？这是我豆鸟这个代志，我袂甲你跟 YouTube 来插手。这代志我是反定啊！你两个今天去西门町找一个，看谁人被要合照的次数较多。我已经正式收购 GY 娱乐，现在改名叫金 GY， 你若对了我，以后就连接辛苦了。Joanna， Dennis 跟 Yumi 的超来暗器，咱两个都是感情的受害者。现在咱两个就会组成一个复仇者联盟。很欢喜耶！我竟然接到这个业配广告，我一定好好表现。那是你，看你有外高，动手！哈哈哈！你好懂，起码我一定会赢。只要我按发布，你就嗨呀啦！咱两个人的代志，绝对袂使传出去。竟然敢破戏啊！真正足欢喜，尤米是不是我亲生？阮从青春过去领导，你少年就对你对到老啊！人情世事我已经看透透，啥人比你较重要？你说我为你啊！以后你斗鸟的影片流量都要导到我们复仇者联盟这里。要是有一支影片没导到，我就公布你五男再一女的影片啦！我那是红啊，爹你就回来我身边啊！哪呢？那就每个月十五号跟三十号上片，你就跟这群人打对台。啊！金店就丢了。你都听清楚了，你两个人的婚姻是不可能的啦！爸，快叫我爸！安怎？你两个人绝对袂使结婚。今天我结婚了哦，我就要替你当娘姐哦。妹姨妹，你袂当骗子。学姐，你咪就希望我看出来吗？而且你还告我我们三年一片。无啦，因为已经 delete 掉咧。delete 的是下一集啊。欸，所以我是歹人咯。不过我唔是记，我已经跟你握手言和啊。你是不是？你记得你交西楼卡无？哈？不过当时就是因为上海饼，我跟你拥抱啊。
不是啊，上一场我在啊，啊你把饮料打翻在他身上，你忘记了？暂停，剧本呢？剧本太好玩了，剧本。比较，快点。天辟邪咒啊！啊！刚刚即将返老还童，那得安呢？